手摸在这边，把琴这样子抱，手摸在这边，半握拳，这样一半就好，不是全部握，这样一半，大拇指摸在这边，然后这样轻轻的拍，轻轻的这样，对，好，手摸在这边，半握拳，半握拳，这样，这样，轻轻擦，对对对。轻轻敲，用手，用手掌这样，不是手指哦，不是用手指这样哦，是手掌，手掌来拍，不是手指，这样，对，这样才对，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棒，哎，这样摇，摇，对，对，对对，好，来，按着二指哈，我帮你摇啊，对。对呀，不要太用力哦，哦，你的手掌要软软的。对，好，换一指，来，一指，不要太用，不要太硬哦。对，来，我帮你摇就好，你不要用力哈。我帮你摇，来，一指。对对对，轻松一点，轻轻的。对，我也摇小小的。对，这里要软软的。对，好，换一条 A 弦，对，软软的，这里再软一点，小力一点，对，小力一点，哎，对，好，换二指，来，二指，一指抬起来，哦，二指是模范生，二指是模范生，对，不错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换三指，二指抬起来，二指离开，哎，我帮你摇，啊，松松一点，松一点，轻轻的，不要抓，不要捏太紧，对，像这样，对，很好，哎，很棒，好，再换二指，模范生来，模范生来了，模范生，对，很好，好，三指来。三指要跟模范生学哦，来，哎，大拇指这里太用力了，虎口不要抓住，哎，这里不要抓住，食指放松，来，我摇摇看，摇摇看，哎，对，不错哦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来，三指，哦，三指的时候小指不要卷起来，对，它只要靠近就好了，不需要抬太高。哎，不错哦，四，下一条弦 ，A 弦一指，嗯，你要用左边一点按，这样，哎，对，不错，好，二指，要软软的哈，哎，很好，三指，对，好 ，D 弦一指。不用转，还不用转太多，哎，待会继续就不够转。二指，哎，不错，大拇指有没有做很好的地板啊？哎，不错。对，有进步，哎。对，先这样子一下，来，先这个摇了哈，不要按太紧，
是比较软一点，没有深邃哦。小指不要卷起来。